你到底什么物件？怎啊谈条线，奈这么要紧？啊，好啦，卖是吧？今天我唱生日快乐歌啦！哎、欸，你提过啦，提过啦，你提过我好看嘞。来，快镜头，唱起来。好啦，卖是吧？这是咱结婚以后，我头一摆为你庆祝生日，我当然嘛要对头去甲买。来啦，你甲爸爸做伙。慢条啊，宝宝。马上生日礼物来，安尼我们就表示已经接受咱做伙啊。你就记得这一条，是哦。咱今日来特别做一个记录。好、哦。爸，多谢你。爸，超远真好啊，我过来真幸福，伊嘛替我欢喜着无？多谢爸，愿意成全阮。送你生日礼物，我有答应过你啦。你当年生日时阵，不管提出什么要求，我拢满足拒绝。因为你希望我成全你甲万年同欢，我嘛只好答应啊。我同意你叫万条万，也毋过我真正无能接受这个假事。今仔吼，咱就卖见面啦。除非你主动离开阮娘，那无永远你莫出现娘面头前。我会继续照顾你，除了之前替你准备的嫁妆之外，当年我拢会一笔钱，至少保证你结婚了后好好过日子。所以除了咱两做伙以外，爸为着要让你过好日子，啊，真正让你遐个钱，爸嘛袂收转去啊。阮爸相信我，相信我。也毋过，我搁一个条件哦，万条万，你伫我面头前讲你有爱数啊，也搁讲你袂当改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我是毋知影你是毋是真心的啊。既然你已经唱出，我一定让这个世界变成真的。你这世人袂当改放手。说完，我还是心里的无，死啊！你嘛在黄泉路上继续做洋山。你了解我的意思无？说完，我还是心快快乐乐过日子。你就会当领着我好运气，你什么代志都免做嘛，好好来照顾。也不过，说完也是死，我嘛会去找你的命，和你介意，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是爸给咱的生日礼物，我会永远甲保留落来，当作是爸对咱的祝福。啊，不过阮爸伊……我紧啦，我唔惊。你若死啊，我嘛活袂落。所以就真讲哦，麻烦来提早我的性命，我嘛甘愿啊。做完啦，我真正希望咱以后。会当讲你讲话讲你死啦！
爸，多谢你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照顾素媛，让伊逐天拢过得真幸福。我过问朝元，会回真心思，甚至无少找人顶替，改做地素媛。不应该先吃地素媛，世界代志忝啊！根本不是伊真心爱地素媛，我倒承受失去爱情痛苦。伊是惊家己的命，嘛有人受气。地素媛要逃出，看起来真正是不简单，才会我超越遐尔惊。你要逃出，到底是甚么款的人？你电脑搁旧阿姐啊？我档案还未传好，我继续传。好。没得。你头上物件啦，我给你提掉。老王老母啊，搁安尼扛起手来，我歹势。你是歹势啥？咱俩不是讲好，要同来一世人？我真讲哦，老到今也袂叮当啊，嘛是爱滚下来啊。那是当然啊，咱若是无安尼温温爱爱，你就爱让人掠去做神主牌啊。可能真正伫扫完，顶撞路上。等待你三十几年，搁等袂着，你可能袂甘伊哦。地素媛的命，就是阮超远保幸福。这个保幸福真正足好用，可以加活三十几年。阮超远，你加捡这么侪年的性命，我应该满足了。对哦，你那个受伤啊，更是个性命去温泉会馆开会的时阵去弄掉。啊，是啦，啊，不过这无紧啦，重点是会议足顺利的，合作嘛，工程啊，多谢夫人这样斗三工。我个性命斗三工，这是应该啊，是讲感情真正顺利，拢无发生什么代志哦。夫人的意思是，应该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但是要无代志，你乃受伤。虽然你讲无什么代志，不过我看你空嘴边啊拢紧张起，看起来敢不哩严重诶。敢是恁开会的时阵大起冲突，甚至动手，才变作安尼？那有可能啦、啊，讲合作是大家拢有好处，那有可能？无阿起卡动手，这真正是我家己无细跋倒去弄着头的啦。啊、哦，那安尼就较顺利的啦。啊，是讲哦，你就已经受伤啊，搁再来上班，实在有够病的。嗯。对啦，张部长的毛去温泉会馆，不然敢知影这件代志？嗯，是我叫伊去的啦。啊、我就想讲，神明啊，甲你去讲合作的代志，总袂用伊拢放我，我啥物拢唔管啊。唉，搁再讲哦，最近已经三不五时就了了代志啦。而且做爸爸，总是爱想办法，甲家己的地位稳调的，才袂好，真计家看轻。啊，神明一直怪超远大细心，讲啥物啊？阮家信太，干那看重信下。其实我哪有啦，我嘛希望生命跟心态好啊，长幼有序，安尼啊，大家才会平静嘛。啊，不过我看心态也无这心，我只好给收一个啊。小，
对啦。啊，恁敢有传讯台？有跟你斗相共无啊？哦，无啦。阮无拄着武装的，是我后来听公会的人讲武装的武器，所以我才会特别问福林啊。啊，可能是因为伊看恁代志拢处理好势啊，伊无在条插手，所以才直直离开啦。啊、哦，这信台啊，做代志是有够散的啦，拢无甲我回报。阿良啊，你平常时啊，伫万海金融上班已经够无闲啊，啊，过来三不五时，甲身边的代志当作家己的代志，伫个无闲，嘛拢无你要求加班费，你安尼照顾身边，才就感谢哦。喂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歹势，那我先来无闲。武信台走去，煞无拄到因两个，迄就是被汉良甲神明捏味。武信台抓到不要紧，恁偷来暗器这么侪年，俩尊早在掉，甲火爆掉的。那呢，我就甲火烧较旺的。恁的代志，早晚会出破。昨晚吴信泰甲伊英小人煞出现，敢真正只是巧合？卡叔拢是胡林叫因来的，伊敢真正只是想要斗相共，这么单纯？恁哪会这么假咯啊？连一个查某拢处理袂好，你可闹出代志？好啊啦，你莫阁假说啊啦！你就当作这个代志无发生过啦。哎呀啦！这乱，甲代志要甲这么大，佫伤害着其他的人，邻家的人一定会来找我麻烦的。佮有林子豪因哥，伊这么歹性地，林子，我一定要赶紧离开，若无，一定扫着风台尾。是要给我惊死是？你哪里看行李啊？你要离家出走？哎哎，云姨，咱好好讲好不？我知影你无法度接受事实，啊，不过我甲汉良拢有温暖二十几年啊，以后一切拢袂改变。你无需要反应这么大、啊，你是想讲我无看多大心？你要来给我高看多大心？我真正无想要搁受到迄个画面啊！我唔是爱你一定要接受汉良，啊，不过你敢会当看到伊，逐项代志拢是为着你的付出？为着我？你是为着继续甲你乌白来才来巴结我的啦？你是有目的的啦？伊给我糖仔吃，骗我甲伊做伙做菜，伊当作我是啥货囡仔哦？伊毕竟是恁爸，好啊啦！这件代志你是爱讲几届啊？你这么爱讲是唔？好啊，你死去去讲啊，讲给大家知啊！我嘛归去，先去死死好啊啦！好好好，我卖讲，我卖讲，我甲海良永远拢袂甲这个代志讲出去。那唔过你雄雄咧离家出走，恁阿公甲恁爸一定会起怀疑的。我阁有啥物名会当踮伫这个厝啊？我是你偷开遐的证据呢。